此刻游戏愉悦大家，我是呆姆。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，感谢各位捧场本期的最佳盘点。 UZI 的招牌也许大家第一想到的都是 VN， 但是 S8 赛季 UZI 的卡莎逐渐强大，一手卡莎进场更是让现场观众欢呼呐喊，祝 UZI 在 S8 豪取多个冠军。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盘点一下 UZI 卡莎五大完美进场吧。UZI 进场击杀关键 C 位，2018年 LPL 夏季赛决赛 RNG 对阵 IG 的比赛，33分钟的中路团战，卡萨率先猛龙摆尾踢回寒冰，寒冰交出闪现站桩输出，此时 UZI 抓住机会直接一记大招进场，瞬间切掉 IG 关键 C 位，在面对 C 位阵亡的 IG 只能被 UZI 完成收割，最终凭借这一波 RNG 直接一波赢下比赛。用数没那么大，这里 Club 走位很高前，一箭射到了两座，这个效果一般，那里面直接吸伤害好高啊，这边要踢，这边要踢出来了，这边要闪现吃，打得还不错，这边把这个 Love 这边切了过来，左上这边要接后排，宝拉已经先倒地了，UZI先接了，接球了，倒了，接球了，倒了，输了好的左上，左上现在没有状态了，左上要被杀掉了，小果收割，又是 UZI， 银王这里也很尴尬，虽然有春哥，但是打不过呀，要小尸体了 ，Rookie 这里敢不敢过去救一下 ？Rookie 不能救，不能救，银王，哇 ，RNG 只要打团 ，RNG 就能翻。UZI 高能 EV3， 2018年 LPL 夏季赛 RNG 对战京东的比赛，31分钟京东五人集结推进中路高地，面对虎视眈眈的京东， UZI 卡莎反向走位躲开时光炸弹，击杀姬兰的同时躲开船长火药桶，紧接着 UZI 猎手本能突进护盘，以一己之力换掉敌方三人完成四杀，最终由 Let Me 纳尔带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这边没有命中交出隐身的卡莎，回身还要再追击，破败前座的塔姆，塔姆横空的接上闪现，正面姬兰闪现过去留人，这个位置留的太过分了，被 UZI 一波 W 加上平 A QG 点的爆发，而且这种卡莎掉了进来带回来一个人，而且这边 UZI 一个人剩下三个人，他在做他的三杀终结，吓到哇抓 kill， 我的天，后面带回来一个人，镜头往下拉的时候 OB 的手速跟不到 UZI 卡莎起飞的速度啊，UZI 完美进场五杀。2018年 LPL 春季赛 RNG 对着 IG 的比赛，20分钟 RNG 侵入 IG 野区，随着小虎开车团战的枪声瞬间打响， UZI 先行正面收掉辅助，紧接着大招进场，爆表的输出瞬间融化 IG 众人，剩下一个也别想走掉，队友全力留人，最终 UZI 卡莎完成今天五杀，看懵众人。对麻辣香锅动手，但是他回头一个大招吸得很肉，老司机开车撞起两个人全部残血，卡莎突到了后排，又在这波要时刻三杀，还有一个人头，这波全要收四杀，五杀近在眼前，又在玩卡莎，张飞吃豆芽呀。Let Me 配合 UZI 进场，2018年 MSI 决赛 RNG 对着 Kingzone 的比赛，36分钟此时的 RNG 高地被迫同时落后5000经济，然而中路战场随着一声扬来， UZI 卡莎完美进场瞬间秒掉敌方关键双 C， 最终由于 UZI 与队友的完美配合， RNG 直接中路一波结束比赛。卡莎往前在寻找机会，互相插眼，这个位置哎，有了大招，闪现拉到了 support， 辅助直接先秒掉， UZI 进场了，又在收割了，杀落漂亮，杀死了 PDD 也死了，双 C 直接砍倒，可以、哎、可以，一波了，一波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回去有一个人处理兵线就可以了。50秒，小五可以换金杯的，小五回去了，小五换金杯的，有了有了，40秒，因为著名上单说过四个中国人赢不了，但是5个中国人肯定能赢。UZI 卡莎扬名世界的比赛，2018年 MSI 季中冠军赛小组赛打响，整场比赛 UZI 的卡莎震惊世人，尤其是下路的这波极限逃生更是让无数人看懵，努力的寻找着机会，他是干掉确实很难，而且卡莎太大了，由头帮忙把对方的一个输出给顶走，但是这个点燃他让对一个大招反身用大招走， UZI 那边跳闪现往后面拉， UZI 没有死，哇这波天秀了，天秀了，他是他往直接交闪现，一秒之中位移两次，先用大招躲蓝枪大招，再用闪现躲侠的大招，哇这就是 UZI 啊。在职业赛场上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，呆梦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让我们震惊的时刻，如果你觉得呆梦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欢迎点赞评论收藏支持一下，如果你和呆梦一样喜欢英雄联盟，喜欢职业赛事，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，收听呆梦视频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。